对，就是可能眺望远方那种感觉。试试从这边拍，这边光好一点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场景 OK 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随机拍照挑战第二期。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，四个 UP 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拍摄同一个模特小姐姐，看看谁拍的最好看最有风格。今天的这个嘉宾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，专业担当是知名摄影师林海音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海音。那我是一名职业的摄影师，希望大家可以拍得开心。 B 站画质扛把子影视飓风 Tim。好，各位好，这是我今年应该算是第一次正式来拍照了，希望能拍个像样的照片。然后就是知名时尚区 UP 主石音。大家好，我是时尚区的 UP 主石音。虽然我没有拍过照，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时尚 UP 主审美还是可以的，所以我有信心，加油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现在就在下小雨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其实很有代表性，因为很多人在外面拍摄都会遇到这种阴天的情况。看一下几位参赛选手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拍摄技巧。那接下来就是第一个场景，白塔公园。抽第一轮的签啊，一共是一二三四，谁先抽？我来吧，你来抽。四，我是二三。OK， 那你就是一，你可以决定我用什么镜头，我可以决定林海音，然后林海音老师决定 Team 决定你。哦 ，OK。你先决定我用什么？你用长焦吧。这只啊？嗯。你一上来就给我整这种吗？林海音老师，你平时最常用什么焦段？我越说我越常用，你是不是越不给我用啊？我肯定给你用。我想用自动对焦的镜头，哎、这么友善，谢谢。Tim 他刚刚自己说他要广角，哦、大家刚刚他说真男人就要用广角。这只就是我上一期用这个，然后就雪崩的那只。谢谢海英老师，非常感谢。不要这样，我不背这个。哦，对，我要决定石英用什么，我随便抓一只吧，这只。手动头，嗯，这么不友好啊！这么不友好，啊、不是我随便对于菜鸡这么不友好，你不会雪崩吧？我有可能雪崩了。好了，第一局翻车大赛，这期视频有意思了，开始吧，你第一个拍。哇哦！计时十分钟，开始。好，对，我想的是在就是第一个或第二个窗户都可以，然后就是那样就窗外就是探出头的那种感觉，嗯。现在石英拍的就和我刚刚想拍的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导致我有一点微微的紧张，对吧？我也想拍小火车，搭肩四组的火车主题，复古人像，可以眼睛不一定要看我，对，就是可能眺望远方那种感觉。试试从这边拍，这边光好一点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场景 OK 了。我们去。小黄花这边可以吗？那边那一片。现在你看，已经我们的三位这个讲解的老师们已经都没有心思讲解了，全都是这样。你见过哪个评委是这样？在这里吧，因为它有一点凹进去那个阔阔的感觉。他要用花当背景了。我的景已经被拍掉了，我要想个别的。没有，但是其实调色也很重要，就是你可能调一个不一样风格的。哎，可以美。哇，这个包裹哦，挺好的，哦哟，这有几张颜，这张也还不错，对、啊，可以啊，厉害了，做功课了、啊。我们到火车那边，在火车外面，它有一个扶手楼梯，对，侧着好像那个楼梯倒下来的那个感觉，对对对，就稍微出这个车一点点，啊，对对对，就这种感觉。然后你这样，我接下来连拍，你做一个从上面往下走的一个动作。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走。You always posting up pictures, trying to look like you winning. I'm writing rhymes in the kitchen. 哇，我哎停，就在那，就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就在这个栏杆。然后这样，哇，这长焦有那味儿了。
OK。最后一个景，你绕到那个花的那边，就是你石英刚才跟你拍的那个地方。他怎么也用小黄花？石英非常生气。后来 你真就跟我一模一样呗。你说我也想用小黄花。稍等啊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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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个焦。拉倒，还有1分53秒。OK。结束，你结束了吗？拉倒，结束，拉倒，充满自信。其实完全不知道会不会糊啊？你觉得？我每个场景都按了至少20张，我不信挑不出一张。那准备开始。我从那个窗户里拍你，你站在那个铁轨下面。按本期专业担当拍出来的效果。哎，近点，近点，一上来就往这边点，整这种，一上来就跟我们这种菜鸡构内外对拍。好，你上来吧，你站在我刚刚那个地方。哦，哇，正拍反拍，你看这个这种玻璃反光的效果。对，下巴压一点，下巴压一点。没有光影，人为制造一个反光。是是是是是。头歪一点，哎，好看。头探出来一点，头发甩出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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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好好好好。那个头发甩一甩，有点动感那种，看一点动感，往叶子看，好看。好，我们下来吧，还有几分钟呀？不着急，还有4分钟。对，就这，就这，不要走太远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可以的。靠着那个，倩迷倩，人影都看不到。还是那种迷离一点，丧一点。对对对对，情绪一点，你侧脸，然后头发这样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再回来一点，哎，对，好。林海音老师也是，好，很好，左手就留一只手，左手也。林海音老师也是快门的，对，好，拍就多拍嘛，多拍嘛。一，好，零，哇，拍到最后一秒的感觉。59，开始啊，已经开始了吗？哎，万众瞩目的 team， 这种超广角拍摄有什么心得？我觉得就是人的脸不要太边缘，不然拉伸特别明显。嗯，坐到前面来吧，我们这样纵深会更强一点。前面这一坐。哎，香香一秒进入状态。哇，可以可以。其实这样的话，视觉冲击力应该也挺强的。嗯、如果拍那个对特写一点。哎呦！感受到 team 的一丝紧张，真的，我刚拍的时候也是有点紧张，头一次计时拍摄。之所以计时，就是模拟一般人他可能不会为了一个点拍一个小时、俩小时，所以就把时间控制住。真的，讲真的，我拍了挺多的，然后一般也不会紧张，刚刚是有点焦虑。对。我们到外面吧，到外面。我要取你的正脸和这个这火车头，就你得整在这上面。还有20秒。好，最后一个镜头，非常抱歉，你小心别伤腿。我的哇，真的，这敬业，真的敬业。还有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。有信心吗？搂眼说，没关系，有的可能还行吧。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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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风格跟我们都不大一样。好，第一个点收工。对，走。
非常可怕的是这个雨已经下大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的拍摄。我们四个人会用这两台小相机，儿童相机来拍照，然后当然画质大家就不要太指望了，我们就按个人喜好选择这台粉色的或者这台黄色的来拍，不靠那种好器材拍出来是什么样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Go. 我用这台。哇，这个拍照音效真可以，再往上看看。我刚刚上去看了，上面好像就是一片操场，那不是很难发挥？啥都没有。哦，还是这样的。这咋拍啊？有一说一，我感觉我啥还没干呢。还有五分钟。哇，这个真的好，这么拍吗？哦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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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试一下在这个墙角这儿稍微蹲一点点。我觉得我也毫无头绪，虽然我是下一个脚拍，但是我毫无头绪。对，试一下这边吧。你还有不到两分钟，还有三十秒。时间真的很紧啊。一共就拍了二十张，这对焦太慢了。来来来，我看一眼。来，正式开始。不要拍这里了，走吧，前面。我的失误。拍下面。不行，换一个景，走。太难了。对，手可以再起来一点那种，对，要纵深感一点的。好。整个人出来背靠着这面墙，这不是那种，对对对对，头发往这儿甩。好，站这边来，然后这样靠着挨着这个柱子的形状，来，你手那样子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好看，脸露出来多一点。好了，四三二 ，OK。现在2:49开始。好，往那边走吧，走回那个大广场那边。我想，对，然后你回头看我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你刚才拍完最大的感觉是啥？哎呀，我觉得难。我还有多久啊？还有五分钟。啊，还挺久。好。他怎么跟我拍的时候没这姿势呢？藏东西了，难呀。然后，脸美就完事了。四，哎，可以 ，OK OK， 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还快了2秒，恭喜。对，我是要反射，我是要拍你在水里的反射，要到我这个角度会有反射。让那走一点，让那走一点，让那走，再往那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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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，然后转过来面对我。对，好 ，OK。高端高端，学习了学习了。哎，哇，这对焦速度太感人了。哎呀，我只想到这一个主题，怎么办？是农家乐，走农家乐走起来，农家乐。拍东西吧，讲究就是你要么就是让它很干净，要么你要乱的话呢，乱一点是不行的，你要么就乱到底，那也就可以称是有一种新的风格。就像你颜色你调不好，那就别调了，黑白吧，非常好。现在我要跟大家讲故事，你们知道吗？一个照片有了故事就不一样。就我小时候我奶奶家是这样，经常会去我奶奶家那边。这样在哪里呢？哦，对不起，能够让我拍张照吗？哎呀，不让我拍照这怎么办呢？师傅，我付你100块钱可以吗？我付你100块钱，借你这边这个景拍几张照片可以吗？就这边拍个模特，拍几张照片可以吗？啊、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大手笔，大手笔。来，我们来拍吧。可以，师傅，我先转您支付宝。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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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。可以。这儿 ，very good。不好意思啊，要苦一下您了。你肯定是最不想和我合作的人。各种奇怪的地方。啊，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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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。来来
非常感谢。好了，一走。啊，我们下一个到那边这个。就拍一张啊，真的。这东西太慢了，这玩意儿我等不及啊。来，师傅您躲一下，好吧？躲一下。就麻烦躲，就您可能要走进去一下，您不要被我拍到啊。好，谢谢谢谢，非常好，来站到这里这个位置，哎，好。哎呦，可以。哇，这姿势神了。牛逼。哎呦。哎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往那边走走。啊，我来个近景，我来个特。你要不直接就这边坐一下，让我这边坐一下拍一下。对对对。一起吗？一起。我拍得到吗？应该是。还有多久啊？一分半。啊，那还多呢。可以了。哎，可以。时尚大片，时尚大片。可以，有那味儿吧？可以。因为外面一直在下雨，天都黑了，实在没有办法拍外景，我们就到了影视飓风的这个一个棚里。但室内拍摄其实比室外拍摄要更难，时间非常紧，因为 team 马上要去干别的，真正的硬核挑战开始了。其实我也没谱，因为今天实在是太乱了，我们这边同时拍了两个项目，然后现在是整个棚是属于报废的状态。好吧，开稿。升高吊高，来，我们吊高要到这，全部背过去。那个椅子不要，椅子拿走。这个灯帮我给上。哎，收帅，很重的啊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它线是绕着的。直男审美拍摄开始。好，大家都绿了。然后我需要一块反光板，然后需要一块泡沫板。可以用。来，帮我给小姐姐弹上。哦，这件是凉了。哇，这波视频。哇，这电视凉了，这电视要去保修了。哦，太牛逼了，从来没开过，直接电视就凉了。再让他们去保修吧。成本太高了，这时候不能急。我们说三二一，扔。好，再来。哎，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有粉尘吗？我们这边的粉尘还在吗？不会的，不会，不用担心，不用。好，来准备，来三二一，吹。这么围一圈，高个的架子可以放后面，矮个的放。我有高个的，有高个的。我先给它全部围起来。对，围的可以稍微密一点，就能看出是一个圆。你这边是应该有16个。可以，一秒入戏，想。再淡一点，饱和度再低一点。然后我会仰角试试拍，然后你就双手不用靠在上面，就有点浮起来的感觉，有点这个东西是从地上升起来的感觉，所以你这个手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你头稍微往上仰一点点，这个手可以这样，就是不用这样，头微仰，但其实眼神是看着镜头的，对。换一个135的，135 OK。
哦，有点那味儿，有点那味儿。二一，嗯，你确定这个灯不要换成白的吗？好，我们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有那味儿吧？对对对对，对，还是刚刚那样。化妆师的头可以戴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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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看上去大牌了很多呢。二。这种感觉，然后可以拿一面。我想试试能不能在镜子里拍，一个人扶着镜子，然后一个化妆师就是在那儿比划，就这，然后他是就我拍他在镜子里的照片。哦，整个室内拍比室外拍难太多。是的，你弄室外拍什么都不用调。嗯。像我有些摄影师朋友在影棚拍，调光都能调一个小时。嗯，女明星的工作照，女明星系列的感觉，可以挺好的，还是一个连续主题的拍摄。啊，对，虚掉虚掉，然后但你得在他就是在他的脸附近的那种感觉。对啊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啊，让我近近，假装你在演偶像剧。哎，刚刚那个笑特别好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体验到摄影师的爽感。要补个光吗？面光。面光。就这样就好了，然后我再给你扇个风，你做一点那种时尚一点、丧一点啊，头发啊搞一搞。还来整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。来，先让头发回来一点儿，太大了，轻点轻点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下巴压一点儿。哎，对对，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头还是要有点幅度，对对对对，头发怎么还是能？哎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给我一个四零好吗？这是八五对吗？好看，穿帮了，穿帮。清源再进来，清源的灯就没有在里面。再往下，你往下，再往下。好，可以，好看，好看。头发有点太乱了啊。好，好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最后一张，来就坐这儿吧。这里有人帮我上一个柔光箱吗？要主光是要柔的，你要再过去一点，你不能后脑勺有点对着我过去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微笑着，邪恶的微笑着对着镜子，里面的那个你是手有点想要出来的那种感觉，等于我要拍两张。嗯，对，然后这边那个灯开起来就行了。对对对，这样其实就行了，不用那么精细，意思一下。我先拍笑的那边，就微笑的，纯良的微笑，纯良的微笑。一边一半魔鬼，一半天使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然后要后期一下吗？对。然后手有点恐慌的，想要出去，被镜子困住的感觉。哇，因为我只拍镜子，那个还是要伤心一点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回去合成就行了。好了，稳了稳了稳了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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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片段。那今天杭州也确实是天气没那么好，所以每个人感觉都有些遗憾吧。天气好的话应该还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光影感。其实真挺难的，就是这个十分钟之内要出三张图，我觉得这个挑战还是非常高，但挺好玩的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要有挑战才能拍出好东西。对对，就创意是靠逼出来的。我反正就没有基础嘛，就是这是我的摄影首秀，所以无论发挥成什么样，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嘛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我虽然是拍了蛮多啦，但是这
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被人即时拍摄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个心情还是非常有紧迫感的。我觉得这个系列它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说，它不是一个说真的比摄影技术的 PK， 而真的就是一种思路的碰撞。我觉得在这个目的上我们其实达到了，反正为了拍这么一期视频真的付出挺多的，反正大家如果喜欢就多多支持，以后呢也找不同的这个 UP 主来参与这系列节目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先到此为止，感谢各位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